好了，哨声响起，比赛开打了。自己青训出来了。嗯，对。过往是寻龙。哦，漂亮！哇，高拉特，今天开场我是不是有点说真的、这个、说多了？这个人一定要看住。哎呀，高拉特，我说了五场比赛没进球啊，卯不齐哪场比赛他要来一下。这是打了个凌空。哎，没有等皮球落地，直接凌空完成了一脚端射。马尔康是于洋在第一头球。本土的射手啊，确实现在想要。哎呦，马尔康、一平球、得亏没踢上劲儿。这一下了吧，哎，比埃拉进攻有力，巴坎布在保卫，好，斜线的保卫，比埃拉交给了巴坎布，这一下没有完全摆脱丁海峰的防守，完成了一次低射。但是作为一个职业球员来说，虽然说身处在转会漩涡当中，还是应该在比赛中拿出精彩的表现。奥斯托，我们就分过球，漂亮，奥斯托，这就是球星的价值体现，这就是一个状态正佳的奥古斯托，连续两轮比赛都有进球，帮助官队在比赛28分钟的时候扳平了比分，这个人能力是。之前看他蹬地也特别有劲儿，就今天状态应该是特别好。是，看到对手没有给他紧逼，马上转身再分到左边路，奥古斯托右脚传进去，头球，巴坎布，上半场的伤停补时，帮助官队反超了比分，2-1了。这是瞄着传呀、啊！哎，奥古斯托今天是一传一射，巴坎布打进了本赛季联赛的第9个进球。官队化解掉张玉宁，再往另外一侧转印，自己来，哦，可以再补，哎呦，这谁快乐了？别了，确实有运气。别了，很少这么发力的射门、啊。对啊，看什么时候给张玉宁转身给，可以是中国调整观察。哎呦，打得有点正啊。刚才那几分钟有点累、啊，哎，有点累，得歇一歇，喘一喘，充充电。接传，漂亮！这个球的无限落点速度都不错啊。这要再蹭的再薄一点，走了这球。摇滚乐队有点像早年的崔健。李可儿断球，这是反击啊！王子明，巴坎布给到王子明。还有，门将及时的出击化解了王子明第一次的打门。这俩人速度比较快，官队角球进攻的时候，这两个人留在后面。即使王刚速度有高度，这个球打得太容易了。68分钟，巴坎布梅开二度，打透。巴坎布的二度没开开，就还是这下。再看啊，这球巴坎布越位没毛病。不是，这可能肩探出来了，啊？这有越位吗？高拉特搓，哎呦！可以啊，要角度，要角度啊！你看，并没有发全力啊。哇，连续别拉，沿着边线的突破，这是他风格。是奥古斯托，好球！阿兰转过身来了，阿兰再抹过来打门，漂亮！3-1，这太有谱了。阿兰替补上来就建功，杀死了比赛的悬念，而且本赛季阿兰打进的第4个进球，明显上来啊，他体能好。你看他转身摆脱那几下，也是个爆发力。对，那几天也表现出了非常良好的状态。布雷踩单车，推过来调整，张成栋打，漂亮！哇，张成栋这球打得也漂亮啊，3-2，为绘画幸福又追一个。这还是左路，王刚那边是。张成栋今天面对老东家，也是打进了本赛季个人的联赛第1个进球。好，张成栋右脚弧线球到禁区内，罗全博跟对方队员撞在一起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他要自己去看了。看哪个呢？石材说：“金材，你来吧。”金玉良缘。是看刚才那个冲顶吗？是马尔康为什么倒地？对，看这个，就是个点球啊！点球，判点球。对。此前马尔康打进一个点球，漂亮。马尔康这次助跑距离并不长，打了一个上脚。镜头对准到了双方主教练，结束了，比赛是随机结束，最终双方是3-3握手。